这些便当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可爱又可口呢？帮小朋友做便当是妈妈的骄傲，小朋友能够吃到爱心便当是很幸福的，可是却很花功夫。现在日本的厨具公司 Kai Housewares 还有甚至是游戏大厂邦代都推出了一系列的便当小工具，要让大人跟小孩一起轻松愉快的做便当。现在就来看看有哪些小工具吧。利用这些硬模就可以把沙拉变成动物园，压一下就可以变出大象三明治，填满模型就可以做出爱心和小熊饭团，利用这个压模机就可以把海苔压成小熊和星星的形状。这两个海苔压模机还可以让你把好心情写在便当里。有了饭团的模型还有海苔压模机，你就可以做出整个动物园，甚至是 Hello Kitty。 这是邦代推出的手卷机，卷一卷就可以做出完美的寿司。这是邦代推出的一起逆上斗一二三明治，压一下就可以做出许多 party 的小点心。有了这么可爱又安全的工具之后，小朋友跟大人就可以一起开心的做便当，这么一来就可以减少素食的习惯还有过胖的问题。夏天很适合出外踏青，现在全家就一起来做便当去郊游吧。